罗力威今日带住价值近400万嘅钻石出席新碟同音乐会嘅发布会，期间仲自弹自唱。到时会唔会请女朋友雨乔嚟睇 show 咧？个个朋友都会请嘅，但系最重要就睇下啲飞嗰方面嗰个数量先。罗力威觉得自己近排活泼咗好多，咁雨乔有冇赞你活泼啊？冇。佢又有冇赞你有音乐才华呢？冇啊，我唔知佢点谂咯。